饭穿衣，那是睡觉，啊，做梦。醒了，没离开文殊师利菩萨。你念念的三种起心，那时候菩萨教导。有些道友问我什么修行，我说你就一个精进品就够了，直至成佛。老师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睡觉、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也是文殊菩萨教授的三种起心。对，你念念都在文殊师利菩萨大智慧当中，这就解行为了，不是见闻了。不但理解文殊菩萨教授，而且是做，做就是行。看来很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为什么？断呢？障碍很多呀。那140愿，你一天都做了几个呀？都忘了。不是忘了，业障障了。不是你的忘，障你不能去做。没谁障啊，哎，你自己心呢、啊？说业障业障嘛，你过去的业给你障住了。你上洗手干，你就没念着起贪嗔痴，捐出罪罚。不但自己要捐出罪罚，让一切众生都起贪嗔痴，捐出罪罚。你做了吗？说我做了，这做没成功。天天做，念天做。不论你一天入果是你的心呐、啊，常在这上，这叫解行为啊。就是信、住、行、回向，那登地的菩萨。都入实做，你就能够到了普贤位，也达到文殊位，还有正入生，叫啥？因为圆满了，像咱们说的十一地吧，嗯，说现在善财，一生成佛。要说正入了，他的一生正入什么位啊？修信的时候刚发菩提心，信位；等住的时候住位，五位，五个位。他一生勤力，就在一生从信到成佛，到了普贤位，参普贤菩萨。我说这个善财童子就正入普贤位了，信位、住位、行位、回向、十地、十一地、普贤菩萨，一生顿正，有正入生。好了，今天就讲这了。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
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把这个忏悔的道理都说过了，第二啊就是劝情，就五回，这五种修法，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求忏悔，啊，求忏悔消除过去的一切罪业，啊，所以叫做五回。那么第一就是忏悔了，那么第二啊就是劝情，啊，那么这个劝情啊。里面包含两种意思的，各位如果读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就可以知道，啊，第四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第五是随喜功德，那么第六是请转法轮，第七请佛住世，这个劝请啊，就包含。请转法轮跟请佛住世这两样事情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五回的修法简单说呀，也就是普贤的十大愿王的修法啊，总部就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正文里面说劝请十方诸如来留身久住寂寒施，照文字看好像只是请佛住世啊，但是这个第一句啊，劝请十方诸如来，这一句话也可以包含这个请转法轮的意思在里面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拜忏的时候，无论你拜哪一部忏，他都有这个道理存在，都有这种修法，有劝请佛呀，转法轮，注视不要入涅槃啊，来利益众生啊，劝佛常住世间，请佛转法轮度化众生，劝请啊，那么劝请十方诸如来，如来就是佛，十方诸如来就是十方诸佛，嗯、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世界的一切地方，只要有佛住在世间，现在只要有佛住在世间，我都要请他呀多住世来度众生，这留身久住寂寒施啊，留就是使这个身体不要入涅槃了、啊、保留在这个世间久住一施啊，无论是一阶二阶敬畏来际住在这个世间救济一切众生，寒食就是众生啊，因为众生都是有灵性的，有四神的啊，身体上它含有这个精神的四神，所以就是寒食啊，例如我们人必定它有含有这个知识啊，八识啊，那么这个知识的功用啊
每一个人都有的，因此众生也叫做寒师啊，即寒师啊，就是救度众生的意思。希望佛常住世间呢、啊，来度化一切众生，啊，使众生离苦得乐。或者有人会这样想：佛，难道我们劝他、请他，他就住世了吗？如果你不请他，他就不住世吗？佛度化众生都是随众生的因缘，缘成则生，缘尽则灭。这些众生因缘成熟了，佛应当要来度他，那么佛就会出现时间来度化他。他的缘已经尽了，佛就会入涅槃，离开这个地方，再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啊。那么本来不在乎你请不请的，但是在世间法上，在修行的人的道心上，需要有这种的观念啊。我们举过最浅的例子，做人子女的人，个个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长命百岁，常住世间，最好是长生不死，那是最好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期望啊。可是父母当然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期望他就不会死啊，照样会死的，因为他的世间的业报尽了，他就必定会离开这个世间，缘散则灭，这是一定的道理。虽然如此，做人子女的人，他这个心还是要存在的，还是有这个期望啊，但还是希望自己的生身父母啊能够多住世，除掉这个这个忤逆十恶不孝的这类众生啊。假如他的家里有钱哦，财产很多，如果他的父母在世太久了，他得不到，那么他就会希望他的父母早点死啊啊，否则他得不到享受啊。除掉这类人之外，正常的人，懂得伦常道理的人啊，那么必定不会希望父母早点死，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就可以比方，我们学佛的人只要是一个佛弟子，没有不希望佛住在世间的，个个都希望佛多住世间，多说法，多度众生啊。那么虽然是因缘生法，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祈求达到这个满我所愿，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个心，这个心必定要具备的。所以凡是在忏悔之后就得希望佛常住世间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假如刚刚成佛的佛，那么就请他转法轮啊。所以这个每一尊佛呀，他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这个大梵天王、第四天王就会来请佛说法，请转法轮啊。那么请佛说法呀，本来佛他成佛了必定要说法的，可是如果有人请啊，表示众生对佛有恭敬心，那么佛说法呀也就会比较那众生能够容易接收了啊。例如当法师的人讲经本来应当是要以菩萨道来说，做不请之友啊啊，人家没有请，我们尚且都得说法度众，何况是有人请呢？有人请更是应当做了啊。但是如果这个当法师的人跟那个怕滚刀背锅哟小香哦，自己跑到街上去哦，锣鼓一敲，来啊，我讲经啊，你们来听啊，你想想这样子会不会有人来听啊？假如这个锣鼓一响的话，小孩子会跑得来的，跑得来看看有没有电影看了哦。那么假如以这种方式，纵然你会说法，说出来的法呀，他这个分量啊也会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众生对佛法的信心尊敬也会打折扣啊。纵然是好意但是真正使众生得到利益的机会也就比较少。假如这个地方有人发心来劝请啊，请法师说法啊，那么庄严的一个
发作，那么这样子说法嘛，大家会有恭敬心。假如以卖膏药的方式，虽然是有人听啊，但是对信心打了折扣，就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受用的。所以佛成佛本来应当说法，但是由人劝请啊，那么众生得的利益就更大了。所以呀、啊。这个修这个忏法之后啊，必定要劝佛说法，劝请佛住世间。所以这个第二的劝请啊，就包含这两种意思啊。佛是不是会由你请而住世，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没有请法之心啊，我们修行的人必定要有请法之心啊，请佛说法，请佛住世啊，不但是请成佛的佛住世说法，尚且还要请诸大菩萨诸位圣者乃至世间的善知识一一都希望他能够说法住世那么就是古代有许多祖师啊，他临将要入灭的时候，弟子们都是要求希望他都住世那么也有真正生死自在的祖师高僧大德，因为弟子邀请啊，虽然不能住很久，都住过三天五天的，满这个弟子们的心愿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啊。看这个禅宗语录啊，我发现有好几位这种的情况的这个高僧啊，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修行啊，时时刻刻。不忘请佛住世，请佛说法，这是越是这样讲，越理讲啊，这个佛就是自性本有的佛性，前面说的自己本有的佛性，我们请佛说法呀，不但是请已经成佛的佛说法，也要请我们本性的佛呀，所谓礼即佛，请他出来说法。向我们自信求啊，请自己的自信出来说法。为什么能够请自信出来说法呢？你本有的佛性是灵明不昧啊，一切法当下具足。假如你能够体悟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你能够亲自证道的话，一切佛法就在里面。假如你能把你的本有的佛性把它体悟出来的话，那么就是佛常住世间，就不入灭啊。尤其更需要请自己的佛性啊，不要入灭，不要入涅槃。这个道理怎么讲啊？希望时时刻刻自己心里都有佛，不要有贪嗔痴啊，叫贪嗔痴赶快入涅槃啊，叫自己的本有的佛性啊永久住世。那么心里如果经常有佛性，灵灵不昧啊，背尘合绝，那距离成佛就不远了。这时时刻刻不但是请已经成佛的佛说法住世，更重要的请自性佛呀不要入涅槃。各位的佛有没有入涅槃啦？如果你自己的佛经常入涅槃的话，那贪嗔痴的时时现前，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请佛住世也可以回想回光返照到自己本性不要使自己本性的佛入涅槃，要背尘合绝，时时刻刻向菩提大道迈进这才是真正的请佛住世。当然这个思想上的请求一样是要具备的，所以每一部忏法呀，他忏悔之后都有劝请，这是第二。第三是随喜，三随喜者随喜称赞诸善根，这正是随喜品嘛。为什么这里还说随喜呀？这个随喜是比较浅显的随喜，前面讲的五品的第一个随喜啊，现在是包含在第一个随喜里面的道理啊。五品里面的第一个随喜啊，那是要懂得大法的道理。前面讲的这个地观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些圣理都能体会都能了解，那才算是真正的随喜，那是法华经的随喜。
现在这里在忏法里面所修的随喜呀、啊，就是随时看到众生有好处，我们都要生欢喜心，啊，所以随喜称赞诸善根，啊，看到其他的人，啊，有好的地方，他有发心修行，有什么好事，都要生欢喜心，宣扬赞叹他，啊，赞叹他所修的善根。总之，消除嫉妒心就是随喜。看到众生有比我好，他修得比我好，他很精进很用功，他成就很大，啊、那么都生欢喜心，啊、这就能够消除嫉妒心，对治我们这个嫉妒我慢的障碍。我们众生的通病啊，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嫉妒心，嫉贤妒能，怕别人比我好。啊，那么看到别人有成就，心里不高兴。例如世间人啊，做事业赚钱，啊，看到别人赚大钱呐、啊，他就起嫉妒心啊。为什么这个钱不给我赚呢、啊？这个钱为什么不到我的家里来呀、啊？怎么跑到他的家里去呀、啊？啊，对不对？起这个嫉妒心，众生都会有的啊。还有这个坏的念头，幸灾乐祸。看到别人呐、啊、吃到苦头，那你心里高兴起来，这就颠倒了，这就不应该了。哦，看到别人啊、生病啦，啊、你这改戏呀、啊，哈、哦，你几百你斗啊，哦，生起这种的颠倒不应该有的心，这不应该有，这幸灾乐祸啊。看到别人被蛇咬，我咋你都会怎样讲？你和抓嘎的哦，这把改戏啊，哦。动这个念头有不得啊！看到人碰到车祸啊，这里拍狼炸头应当回戏啊、哦！这个念头都要不得，那要生这个怜悯心，要帮助他才对，不要生这个幸灾乐祸之心啊！就是对你再坏，就是你的冤家，上司也不应该啊！何况是平常人啊！所以这个随喜，这里的随喜啊，就是平常的随喜。平常时看到别人有好处，生欢喜心；别人吃到苦头，要生怜悯心，要帮助他，要使他得到离苦得乐啊。那么这就所谓随喜啊，随喜称扬赞叹别人的善根啊。别人有心情有修行种善根啊，看到有人发心在拜佛念佛，我生欢喜心赞叹他啊，你很会修行啊，啊，你功德无量啊，要是发好心说好话啊。第四回向，啊、就把所修的功德回转去向于某处，回向，啊、四回向者，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回向，回是回转，向是去向，把所修的功德回转去向于某处，啊、按照这个。十回向品里面讲的回向的意义，我前面曾讲过的，现在简单的说啊，回向有三种啊。第一，回自向他，就是回向一切众生，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众生同样得到这个功德啊，希望众生都由此能够离苦得乐，由此都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这是回自向他，回向一切众生，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希望一切众生同得这个受用。第二，回因向果，把这个修因的功德祈求将来成佛，希望都能成就佛道，自己成佛，也希望一切众生成佛，那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国，不要单求升天呐、啊，享福啊，那个。啊，那是很可惜啊！要把功德回向求成佛啊，那么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就回因向果。这两种都是四相，上求下化啊。越理更进一步的啊，回向真如实际，这个叫做回四相理，把这个四相上的所修的这个功德，通通都回向到本有的离体。一切法的离体啊，那么就是真如实际，真如实际就是诸法实相，希望人人都证到诸法实相，
佛也不可得，众生不可得，人人具备这个这个微妙的殊胜的很高的境界，人人亲证这个诸法实相，假如能够亲证诸法实相，众生不可得，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本来如是啊。那么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回向就具备这三种意义啊。回自向他，就是回向一切众生；回因向果，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回事向理，就是回向真如实际。回向具备这三种意义。正文里面所说的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称赞善指上面的忏悔啊、劝情啊、随喜啊这些功德啊，所有的善法的功德通通回向无上菩提，都希望求成佛啊。一方面回向求自己成佛，回因向果；一方面希望众生同成佛，同成无上菩提，那就是也包含回自向他啊。那么无上菩提必具诸法实相之理，那也就是回向真如实际，也就是回事向离。那么这句话里面呢，就包含三种意义在里面啊。有人很自私，他修行的功德不肯回向，他会想，我辛辛苦苦拜了这么几拜佛，念了这么几千佛，那么就回向给众生阿赖哇嘎帝的我啊。哦，他很自私，他以为我这一回向，那我就没了。啊，好像我这一碗饭给你吃，我就没得吃，我又饿肚子。这是不懂得佛法的人才会这样讲，啊，甚至我还曾听有人这样问我，他说我们凡夫啊，不能回向啊，因为自己还没有功德嘛，没有功德拿什么回向呢？只是用嘴巴回向，这个讲空话，会有罪过的。有人这样问我，这是错的。啊，我们都是凡夫没有错，但是你念一念佛有一念佛的功德，拜一拜佛有一拜佛的功德，这个念佛拜佛就是功德啊，修观也是功德呀，那么你当下生头一三业清净也是功德呀，啊，并不是说业障凡夫就没有功德，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一铲提人断善根人尚且还有佛性之善，何况我们不是一铲提，我们懂得佛法，我们也在学习佛法，在修行啊，那么必定多多少少都有功德啊。那么把这个功德不要自私，要回向给一切众生啊。你不要以为我回向了自己就没有了，这是错的。回向不会自己没有，而且还会更多。比方说，从前没有电灯，点蜡烛，点这个油灯。那么假定说我这里只有一支蜡烛在点，我这里有蜡烛，正在点有火光啊。那么你们大家也有蜡烛，但是你的蜡烛没有点火啊，没有点火，那你要光，要因这个火光，那就到我这边来点。你一百支蜡烛哪来点我的火？你们都有啊，蜡烛都有火了，有光了啊，不会因为你来点我的蜡烛，我的蜡烛的火就给你点走了，我这里就没了，没有这个事情啊。你们把蜡烛拿来点我的火，不但你们的蜡烛发光了，而且我的蜡烛本身的光还是完全存在，而且你们的蜡烛之光还回照我这边，我这边更光。本来我是一烛光，一个蜡烛的光，现在你们一百支蜡烛拿来这里点，那么当下这个房间就变成101烛的光，不就更亮了吗？不就更光了吗？所以回向的功德呀，越回向功德越大。又有一个比方，好像我们这一杯水，这一杯水你摆在这里，永久就是一杯水，而且慢慢它会消失，啊，会消耗的，会消失的。假如你把你这一杯水倒到大海里面去，整个大海水都有我的一杯水之分，啊。这个大海水虽然不是通通我的，但是我这一杯水倒下去啊，那么这个大海水通通都有我的一份，无论在哪里都有我的一份。回向的功德跟这个一样，一切众生都本有功德，那你回向啊，就因出众生本有的功德啊，好像把这个水倒到大海里面去一样，大家的功德啊，福相融通，功德更是殊胜，所以不会因为你回向了功德就没了，没有这个事情。
不管你是凡夫是圣人，所有修行所有功德都得回向啊，而且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人人同啊得到这个受用。